应许的旅程，亚伯拉罕经历过，摩西经历过，耶稣经历过。旅程的开始，正是因着神的应许，因着神对我的爱，我开始了一个奇妙的旅程。因着耶稣诞生的特殊日子，我开始了一个奇妙的旅程。然而，我信心的旅程并非平顺，虽然有喜乐，但也有悲伤。当我悲伤时，我向神呼喊，神回应了我，神从不丢弃我。是的，当以色列人呼求弥赛亚的时候，神从不丢弃他的子民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耶稣离开了天上的宝座，来到我们中间。请加入我们诗班的旅程，一起来认识圣诞节的特殊意义。
神我的救主。要刚强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神要来，他快要来拯救你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所看见并做见证的。你的双眼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得以看见许多先知渴望你们所见的，却在活的时候不能得见。Thank you.
伤转为喜乐，我要赐他们安慰喜乐，代替忧伤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这位要诞生的生者，圣者，他要被称为神的儿子。Thank you.
你的光已经来到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要看见的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